甜心教主王心凌再过八天就要站上台北小巨蛋舞台开唱。昨天她公布了这次演唱会的特别嘉宾，全都是曾经和 Cindy 一起演过偶像剧的男主角们，包括《西街少年》的孙协志。我们拥有彼此寻找的好，可惜不太透彻，在错的时候。天国的嫁衣明道。微笑 Pasta 的张栋梁，桃花小妹中的陈亦如，还有幸福选择题的昆达。才一个晚上就邀来五位嘉宾，想必让一路追随王心凌的 fans 非常的回味。据悉，当天王心凌还会和这些男主角们重现当年剧中的经典浪漫情节，而且还特意安排了和粉丝近距离互动的时间。当天他还将表演四层楼高的高空特技，因此近期都在闭关排练中，要歌迷们好好期待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